sorry 啊，原來我約咗客2點鐘，我要趕住走先，因為我驚食唔切啊。哦，好好，你先走先啦。我就之前主持嘅經驗多啲嘅，咁劇就少啲，咁嚟到呢度都想會試劇嘅。咁如果但係你話角色嘅話，其實都 OK 嘅。我諗係唔係呢個年代嘅嘢，因為呢個年代嗰啲成日都會接觸到啊嘛。即係譬如如果叫拍文初啊、拍青裝啊嗰啲，你可以接觸到以前一啲人嘅生活啊，或者唔同嘅嘢，呢個都會想試啦，或者做監。奸都應該。我睇你個樣都好似唔係呢個年代嘅人。係嘛？睇得出啊。最近宮中有謠言，而且仲傳得沸沸騰騰。佢哋話。話乜嘢？佢哋話高尚善同華妃娘娘喺避暑山莊，公然喺花園內卿卿我我，態度親暱，話佢哋。似乎有不可告人的私情。混账！你不要造谣生事，以讹传讹，免得这些无谓的谣言坏了华贵妃的清誉。皇上，臣妾只是想……够了！你要反省一下你的言行。张涛，你走不甩噶啦，即刻放出去。我哋嘅信徒已经壮烈牺牲，世界末日，神志复兴。我要实验室里面的细菌。快拿出来给我，给我啊！你要的细菌就在这里，搬晒细菌过来，跟着你们撤退，我成功走到，他就安全。会不会突然间觉得弊了，入营入格了，会不会很难洗底呢？其实都没想那么多，即是那时候就会觉得，哇，有得给你拍，你还怎样啊？你还选啊？是不是？即係冇諗咁多，但係咁我又覺得好彩嘅，調翻轉，因為始終都係呢啲角色先至會令到觀眾睇到我，係咯，同埋嗰刻咧反而個心態就係我驚做得唔好而俾觀眾話，哇原來李佳芯唔識做戲，多於哇李佳芯似個狐狸精咯，咁所以做嗰刻就覺得唉唔好諗啦，豁出去啦。你是不是癲了啊？你先癲啊！依家你同第二個女人結婚，你居然叫我繼續同你一起，等你兩年之後離婚。有咩事？癲人！喺呢度啊！你癲人嚟噶你！大家好，我叫阿寶，我是 ASI 100用人認智能人，專為主人處理各項家務，務求令大家擁有美滿幸福的生活。